我们都不够了，A game of chess is like a sword fight.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对我们来说，年轻的时候，现在上年纪的一般都不做这个事了。我们的风俗呢就不过的，我们这不就不过的。哦，有些他过，我们这不就不过。你也不过。你过不过七夕节？他也不过的。好，他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风俗。是的。七夕节是七月半的鬼节不？七夕节。七夕节过了吧？喂。七夕节过了吧？七夕节是。你过七夕节？我不过。我不过七夕。年轻人过，我们不过。哦，这里没过。你哪个国家的呀？是美国，美国的，美国过，他天天情人节。我有情人节的那个。你过七夕节吗？你是问我过不过七夕节？七夕节基本上不怎么过，因为我们已经结婚了，所以夫妻两个也一般都是很正常了，就是没有去具体去过。我知道了。那你年轻的时候你过吗？年轻的时候我也不怎么过的。七夕，因为我们交朋友很快就结婚了嘞，是这个意思。没到七夕节吧，可以这样说吧。菜花就是一把菜花，就是相当于你们就是说玫瑰呗，是吧？我开玩笑，喜欢送菜花嘛。你到这一天嘛，就是买一把菜花，就回来又能吃，是吧？又当做花。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没有。没有哈，没有，我都办我的事去了。谢谢啊。